中国最悲惨的皇帝，死后连一副棺材都没有，还是老百姓凑钱埋的他。众所周知，明代有一位十分勤于政务的皇帝，他便是朱元璋。而另一位大家可能并不熟知，或是他的过错多于功绩，他就是明朝末位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据有关史料记载，崇祯帝勤政到位，处理公文彻夜不眠。一次他去慈明宫拜见宫中最有威望的刘太妃时，竟然坐着睡着了。刘太妃命人拿来锦被给崇祯戴上，崇祯醒来后苦涩地说，为处理公文召见群臣，他很少能休息，已经两夜未眠。说罢与刘太妃相对落泪。崇祯帝即位之初，当时的魏忠贤大权在握，号称九千岁，于是崇祯帝就雷厉风行地肃清了此人和一票乌合之众，此举也确实给当时的政界带来了一丝新鲜的气息。而后他虽然任用了很多贤能之士，但是他却因自己的疑心最终大肆杀戮，其结局不言自明了。这位亡国之君逝世后的陵墓就坐落于明十三陵的西南面，而身旁同葬的是他的皇后周氏和皇贵妃铁氏，但是这堂堂的帝王陵墓却显得有些寒酸。论没有气派的规模，仅有享殿三营，陵内建筑也放置得十分紧凑，可想而知这帝王陵墓真的是十分简陋。那么究竟为何帝王陵墓如此草草了事？那作为明朝最后的亡国之君，朱由检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刎，随之而来的就是明朝的灭亡。那么朱由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皇帝？史料记载，在朱由检在位的数年间，处死过两个内阁首辅，先后更换了几十位内阁大学士，这仅仅是直接被处死的人。然而被这位皇帝抓进监狱的还有那些自杀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崇祯十四年被关押在大狱里的臣子就高达140余人。王国锦在那寥寥数日，1644年3月17日里自称率领大军直抵北京城。在这天皇帝仍然照常上了朝，大臣们也在尽力商议着最后的对策。朱由检默默地落着泪，包括诸位大臣也都缄默不语。当然也有一些大臣不愿认命，提出一些看法，但是崇祯皇帝最后也无可奈何，只留下寥寥几个大字，文臣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诸臣勿任也。国君此社稷277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1644年3月18日晚，皇宫中彻底大乱，崇祯皇帝留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令后宫诸人必须自刎了结。当时的皇后及贵妃等人都遵旨了结自身，唯有长平公主不愿意自刎。此时朱由检大怒，来到公主的居所，年仅16岁的公主拉着崇祯帝的衣服大哭，还希望能够苟活于世，但是朱由检竟忍痛拔剑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同时也挥剑刺死了自己年仅6岁的女昭仁公主。每当一个王朝的灭亡，那些遗留下来的公主妃子都会成为敌军羞辱和发泄的对象，有些人在受到虐待后被直接杀害，有些人甚至成为那些人的女奴隶，结局都是非常人能够想象的。紧接着朱由检就来到昭仁殿，亲手杀死了昭仁公主。这时太监向他禀报，皇后也已经自杀而亡了。3月19日崇祯帝便踱步走向眉山，在一棵歪脖子树上自杀殉国。此时朱由检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之后3月21日朱由检的尸体被发现，起义的李自成令人用宫里的门扇将朱由检的尸身抬出，与其皇后一块用棺炼之于东华门外停放。示众史料记载，诸臣哭拜者30人，拜而不哭者60人，于皆睥睨过之。至此大明王朝就彻底覆灭了。由于崇祯在位的17年间日夜忙于政务，无暇顾及自己的身后事，并且确实也没有一块合适的陵的，所以这里本身并不是崇祯的目的所在，而是为其妃子所建的。后来形势所迫，便只能将皇帝皇后和贵妃同葬于此了。当时还多亏了昌平州的一名小小的纪官明为赵仪贵带头捐了上千文的钱财，官民共同捐助葬崇祯。
之后他带领众人昼夜不分地将贵妃墓穴开启，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挖到石门进入墓穴。这陵墓与其他陵不同，只有六尺高的墙，中间用的是石灰旗，总高四尺，陵前松树左右八株，又有七株旗。他皇帝的陵墓与之相比都算是庞大而又雄伟的了，但是崇祯帝的陵墓确实还不如某些妃子。之前提到墓穴里面仅设有享殿三间，有祭器在此铺陈红色的箱子中放置着衣物，另一边放着被褥，都是贵妃生前所用，而被子只有一面是锦绣面料的，其余都是布的。不仅如此，连金银器也均是用铅铜冒充的。谁能想到朱由检堂堂的一代帝王竟然落到了无果下葬的地步，最终只能与其贵妃合用。崇祯皇帝在中间，贵妃和皇后分别在其两侧安顿完后，照仪轨点起万年灯，随即将两座石门关闭，率领着众人祭奠了一番，率众福夜哭尽哀，又组织当地人自备筐担筑起墓冢，最后还不得已与几个人一块捐资五两买来砖，最终才建起了几尺多高的冢墙。之后的清朝也地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葬于十三陵司陵。这么看来，明司陵是无法与定陵相提并论的。就光说定陵出土的文物，金银器有500多件，纺织品有600余件，铜锡器有400多件，瓷玉琉璃等器皿首饰等物件更是数不胜数，更不用说皇帝戴的金丝玉扇冠和皇后戴的凤冠更是美妙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司陵确实要凄惨的多了，可能亡国之君的结局总是凄惨的，但是这也便是他最后的归宿了。参考资料：崇祯之死，省纪官署昌平州立墓，赵仪轨，明史。